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状态呢？它这个牛骨就是细的哦。啊。细条的这个是线相隔的。它毛就是乱的。你打的多深呐？这个有多深呐？有多少米啊？啊，这有多少米？啊，郭国军有多少米啊？这也有个问题啊，如果一开始太活的话，也后面也会有问题、啊。哎呦！不是，我现在发现一个问题，要把它做薄一点，切入的那个地方做薄一点，不要那么厚。你看它有的活有的松是吧，对不对？这个锁接头啊，你这个锁接头不正宗。